来欣赏菊花豆腐精湛的刀工，还有厚度跟棉被一样的黑毛和牛沙拉。这间号称是火锅界的 Prada， 是由米其林一星主厨亲自把关每道料理，就连菜盘的烹煮到摆盘用餐的每个细节都很讲究。这次来体验和美食公道博 Toys 推出的联名套餐，光是和牛的厚度就很让人惊艳，全程都有专人服务，让你享受明星般的待遇。不知道要苦练多少年刀工才有办法这么的利落。茶叶也是桌边现泡，同时端上精致的前菜，龙虾头以及它的虾膏还会熬煮成鲜美的杂炊。这间火锅店是采全预约制的，你们也赶快去体验看看吧。